地藏王菩萨的工作是什么？虽然地藏王菩萨听起来有点阴森和恐怖的感觉，但和其他菩萨一样，都是度化众生的。唯一不同的区别是，观音菩萨超度的是人世间，而地藏王菩萨是掌管阴间地狱的菩萨，是度化鬼魂，教会使他们醒悟、改邪归正的菩萨。地藏王菩萨盖于阴阳之间，在阴广度幽冥世界离开黑暗苦楚，在阳广度人间疾苦，而自己发愿度尽众生而后成佛，可见度众愿望无有穷尽。地藏菩萨见证幽冥大苦，普劝我们要尽一生力量，不造罪恶，脱离苦海轮回之苦，证得涅槃快乐，此为地藏菩萨大愿。地藏王菩萨度地狱里度极重罪的众生，那些恶贯满盈的众生，只要改恶从善，至心诵念地藏菩萨圣号，可以解除一切苦厄，使地狱相隐而不现。医生治病要注意防与治相结合，地藏菩萨度众生也是如此，对已堕地狱的令其离狱。其实地藏王菩萨不只管地狱，他也负责超度六道众生。地藏王菩萨不顾自己有多辛苦，不停地度化众生，在我们的五浊恶世之中教化着我们不要入邪道。随着人们的前生今世所做的一切恶果，都会在三恶道中受苦受难，亦是惩罚。然后地藏菩萨便承接了释迦牟尼佛的托付，用各种方法救度众生，使其解脱。地藏王大慈大悲，使千万世人膜拜信仰地藏菩萨，因其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密如密藏而得名。又因其发有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，是不成佛之大愿故，被尊称为大愿地藏菩萨幽冥教主，与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四人合称四大菩萨。